是十年前一起享受这个过程的朋友又再聚在一起，是件很美好的事情。不是任何那种歌手或什么，可是就莫名其妙出了专辑，然后我们到101去唱跨年。天哪，你怎么想都想不到，只是一个毕业歌就带我们到那个地方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宇宙会怎么帮你，但真的就是去做你喜欢的事情，跟就是那些让你觉得快乐的事就好了。下一个十年还能再见的话，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再见。没有像他们可能成为可能录音室老师啊，或者是厉害的歌手，可是我觉得重点是我真的也跟他们一样，就做着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事，这样。事情其实已经有一点过去了，但是大家其实还是有一份好久不见的感觉在。你还在做音乐哦，你也加油。有朋友他跑去当医生，然后现在又要继续去求学，我觉得大家都一直在往自己人生的道路上面去努力。是时光与成长默契，激荡梦想。原来我不孤单。我飞得理直气壮，我唱得比谁都爽。乘风逆风的阻挡，有我青春。谁都要倔强，颠覆世界眼光，义无反顾的闯，彩色天空是我唯一的方向。又可以找回当初那个热血跟感动，蛮好的。就是十年前一起享受这个过程的朋友又再聚在一起，是件很美好的事情。除了这首歌的一种重新集结，重新让大家再诠释一次之外，也有一种就是让好久不见的一个情感又在得以延续的感觉。单纯是我的信仰，高唱不变的坚强。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是有泛泪的，所以刚刚那个声音一出来就马上有回到十年前十八岁的感觉。那如果没有风筝的话，应该不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做到这些事情，觉得很幸运可以遇到大家。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参与的。就风筝玩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低潮的，是准备想结束的，感谢那个时候我们有一起做这件事情。每一首歌它其实会影响很多人，然后影响，甚至影响我自己，它没有那么简单。
是我唯一的方向。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个最好的语言，去表达你想说的话，或是你想要传达的理念。那我觉得带动所有高中生们为自己的青春留下纪念，这个意义是非凡的。方向。好，牵手，牵手。我们超多爱恨纠葛，不能，真的不能放。你不要讲人名啊！就一开始什么谁追谁啊，谁偷喜欢谁什么之类的啊，这种很多哎、欸，这很恐怖，很恐怖。有没有觉得青春离开的感觉？哦，对啊，青春的挽歌哎、欸。对啊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